大家好，我是吃货哥啊，不错，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我所展示的就是马保国马大师的闪电五连鞭。一会儿啊，我会放出这段舞蹈，哦不对，武术的完整版啊，希望大家能够欣赏我优美的舞姿。不过呢，我今天主要不是说我练功的事儿，我今天是做一个评测。评测一下啊，徐晓东他自己开的啊淘宝店卖的衣服的质量如何？对，不错，就是我现在正在穿的这件衣服啊。首先呢，我还是把啊东哥的这个淘宝店的网址的二维码发给大家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买的这个款式呢，总共有三个颜色，我挑选的是红色。好，下面进行开箱测评。好的，看这就是从东哥家里买的衣服啊，我马上现场给大家开个箱啊，看一下。看我买的是红色的啊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是红色的，好看红色的。这件衣服是纯棉的红色卫衣，它的手感非常的好，我母亲也连声称赞，觉得这件衣服买的值，完全对得起它的售价啊，它售价一会儿透露。好，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啊，据说是东哥参与了主要设计的这个衣服背面的纹路，大家可以看到，隐隐约约看到这件衣服的正中心写了一个大大的冬天的冬字，旁边呢有些翅膀有点像是天使的图案，正下方呢是好像是一排英文吧，我也不认识这个字母是什么意思，不过看着这个图案呢，给人感觉啊有点哥特风啊，有点另类啊，又有点像那个剪纸艺术。既然穿上了东哥的这件封神战衣啊，这件黄金圣斗士的衣服啊，如果不表演一下我们伟大的啊表演艺术家马保国大师的五连鞭，怎么对得起这么一身衣服呢？好，现在请大家欣赏我的表演。
好了，这就是我的马大师啊，闪电五连鞭外加雷雷的啊，雷公太极的一个混合的一个编排。大家觉得我的表演怎么样？有没有啊一种啊提神啊醒脑的感觉呢？好吧，我再换个音乐，大家再欣赏一次啊，非常精彩的表演，这也是我的处女舞蹈啊。我在这个节目里面的处女舞蹈啊。最后再向大家宣传一下东哥的这个淘宝店的二维码，希望大家有兴趣的多去照顾一下东哥的生意啊，我就不收东哥的提成了，我免费帮东哥来宣传。我个人感觉这个衣服的质量很不错，它的价格是349，这个价格绝对对得起它这个衣服的质量啊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还有就是大家知道，东哥自己亲自参与了这个衣服的设计，以后呢，可能这个衣服啊，它可能还有升值的空间啊，因为毕竟是名人开过光的衣服啊，所以说大家应该买到了这衣服啊，不光是能够享受非常高超的这个衣服的质量，你还能够有保值升值的空间啊，一举两得啊，我该找东哥要点提成费了啊，我自己都自己感动起来了。好，就这样，再见。